向大海出发，趁现在你的纪念是脚下的时代，加油向未来，唤醒心中沉睡的热爱，奔跑别等待，寻找春暖花开。加油加油加油向未来，加油向未来，一起猜，欢迎各位，快放我们出去。哇，比想象中还恐怖。你有没有闻到一股烤鸡翅的味道？这就是80年代的霹雳舞。欢迎各位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啊，心还吊在半空中。我们多不容易，我们两个长这么大，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新鲜出笼。好恐怖、啊！两个小笼包。但是我觉得今天其实最辛苦、最担惊受怕的，应该是我们高台上的两位演员，特斯拉表演员。谢谢两位，我们的实验员，谢谢，辛苦了，谢谢，谢谢。品质、智慧、和悦，让汽车驱动梦想。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科技劲酒，助力未来。本节目由中国劲酒独家特约播出。劲酒，给生活加把劲儿。亲爱的朋友们，您可以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由金鹏电动三轮车独家赞助的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欢迎我们24位科学猜想团的成员，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年龄层，学习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擅长的学科，但是他们都是科学爱好者。欢迎各位来到加油向未来，期待你们的精彩。各位加油了。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现场的科学解答的我们的科学家，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泽贤老师，欢迎你，曹老师。大家好，我想请大家要学会认真的观察，不仅要用眼睛看见那个能可以看见的世界，也要学会用大脑去看见那个不可见的世界，不一样的发现会带来不一样的喜悦。谢谢，谢谢曹老师。加油向未来第三季挑擂赛，24位选手各自为战，每期三轮，每轮由一道实验猜想题和5道线索题组成，2名选手出战，胜者晋级下一轮，败者回归猜想团，由猜想团中成绩最优者接力出战。今天我们同样还是要请出两位一对一的挑战选手。首先为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清华大学大二学生，我们的超长少年陈坤宇。大家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衡水一中高一年级的15岁赵晨宇，欢迎赵晨宇。超长少年陈坤宇，2015年第32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辽宁省一等奖，16岁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精通天文学、量子物理、科幻小说写手，数理小能手赵晨宇15岁，衡水一中高一在读，擅长无机化学、基因遗传学，第10届全国中学生数理化能力展示大赛一等奖。有请我们的两位一对一的队员进入对战席。加油加油。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坤宇，来自清华大学物理系，现在18岁。我今年算是刚刚接触科研吧，现在的科研方向是等离子体与可控核聚变。可控之变的目标就是复制太阳中心的核聚变反应，来为人类提供能源。你下回再这么碾压我们，我们就生气了。说这么简单的概念吓唬我们有意义吗？那需要我说难的吗？不用了。这个难度我还可以接受，不要再难了。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赵晨宇，我今年15岁，我是一名来自衡水第一中学的高一学生。
你现在有没有大学的志向？清华大学就是我的对手的大学。北大你看不上吗？啊，北大也很好。他今天可能是你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对手。今天我们要看一看两个人当中有没有人能够一直站到最后，站到我们的下一期。在对战台上比较紧张，因为在对战台上要自己表达能力更强，而且要就自己思考的能力要更强，而且陈坤宇哥哥他也很厉害，所以我希望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成绩。我期待请他的时候别崩嘛，不要犯一些什么像啊屡试不倒店的这种奇怪的错误就好。毕竟如果对方是衡水的，那我预期自己赢面其实不大。今天我们的第一道实验题就和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特斯拉的装置有关。现在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请选手池和我们的条类选手同步作答。在不同环境中发生高压放电现象，请问如下哪种情况人是安全的？ A 人泡在糖水中， B 人泡在盐水中， C 都安全。对，应该都安全吧。糖水可能不行，糖水高压放电的击穿了。都安全，我也觉得。请亮答案。在第一道题两位就出现了分歧，一个是糖水，一个是盐水，两位的理由是什么？我认为盐水它是有氯离子和钠离子，所以我觉得离子是可以自由移动的，我觉得它能导电。然后 A 是糖水，它里面就是分子嘛，没有什么离子，然后我就认为它不能导电。是这样的，导体一般都会给出静电屏蔽效果，所以我们就只要分析糖水和盐水哪个是导体就好了。我们知道水是一种导电性非常非常差的导体，所以说我们认为水本身的导电性不足以提供足够强的静电屏蔽。盐是有离子的嘛，加盐之后水的导电性会变强，因而给出的静电屏蔽效率也会变高，所以说盐水比糖水更安全，那么我选 B。 水的导电性能很差？对，很差。那为什么经常有人会说，比如你说现在在装修的时候，卫生间里一般不提倡你装插头，就觉得空气潮湿可能会导致漏电。是这样的，水中导电的是离子，我们说纯水的导电性非常差，是因为水的自发电离概率非常的低，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水是不纯净的，它里面可能会有各种盐类，因而它的导电性是比较高的。盐水相对于糖水来讲导电性更强，等于盐水就相当于刚才我们这个笼子。是的，啊，把电都导走了，人就安全了。按他的理解的话，那应该选糖水，因为糖水是没有离子的呀。好，我听听 C。我选 C 的原因是综合了他们两个的意见，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是导电性足够强，可能会发生刚才那样的静电屏蔽现象，但如果要是导电性足够弱的话，会发它那个电可能就进不去。接下来我们的验证环节将会告诉各位答案究竟是糖水安全还是盐水安全还是都安全。进入我们的验证环节，上道具。两个充气浴缸，目前这里面的水都是普通的水，但是我们要让两位实验员分别放入糖和盐20公斤，使得这两个充气浴缸的浓度达到2%，然后让验证员分别来测试我们的答案 A 和 B。 工业用盐里面会有一些那种就是重金属啊各种东西，会对身体有害。应该是纯盐，纯的氯化钠，而且它溶解了吗？它完全溶解了吗？完全溶解了。对啊。答案 A 是糖水是安全的，答案 B 是盐水是安全的，答案 C 是两个都安全。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答案 C 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其中一个人在验证完以后就会告别我们的节目。所以今天这个验证呢非常的惊险。我们的原则是你选了哪个答案你就自己来验证哪个答案。
但是后来我们考虑到，因为其中有一位是未成年人，所以我们的两位验证员就变成了陈坤宇和尼格买提。掌声有请两位盛装打扮的实验验证员入场。陈宇，我是替你进那个水池，所以你要保证这道题你的答案是对的。小尼老师加油，加油！你对自己的答案有信心吗？至少我确定盐水是安全的。所以小尼是死是活你就不管了是吧？但节目组要管啊。谁说节目组要管？糖水的风险有多大？那要看它电脑率是多少了。一吨水里面现在放入20公斤的糖，使它的浓度达到2%，你个人大概评测一下。糖不会对水的电导率有任何影响，它又不导电。所以基本上小尼坐进去的是一个绝缘体。水中可能会有杂质。水中可能会有杂质。对，有杂质对它是好还是不好？当然会增加小尼安全的概率啊。小尼赶紧弄点灰，从地上扫一点，快，杂质越多对你越安全。我把你先扔进去行不行？这样杂质就最多了，又不溶解。你逮着点机会也反击我一下。我说实在的，还是挺紧张的。行，好，你们把帽子戴上来。大家看到这个电极现在已经对准了水池，稍后我们的特斯拉实验员将会把高压电通到这根金属导管上，然后把电直接通入到水里。大家观察到我身后的这两个实验员了吗？他们的肢体语言表明了他们此刻的内心。你看清华的这个非常淡定站在这里，小妮在这走来走去的，有点紧张了。对，没事，我现在非常清醒，我没有站。来，有请实验员上来帮助两位入水。我看到这个水的下面还放了一个金属的网。它是这样，其实它是提供了一个电极，这个电极是接地的，这个接上地线是为了安全。为了安全。用它的吸水和那个网啊，把电导走，就不导到他们身上，就跟他们身上那个铁链是一个功效。本实验是在科学团队的严格监督下，经过反复测试，确保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进行的，请勿在家中模仿。如果这一道题你都答错了，让自己置于危险当中，我估计可能你在清华也待不住了。也不可能会答错，我只确定盐水比糖水更安全。他这对自己自信满满。最后再问一下小妮，如果实验证明 A 是不安全的，当然不会对你造成太大伤害，但你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你会记恨我吗？萨哥，照顾好我爸妈，交给你了。这一瞬间我还蛮感动的，我真的不是。就这样吧，下辈子还是好兄弟。不是不是，这辈子我们坐定好兄弟。来，准备好了吗？稍等稍等，萨老师，您得到蓝队的对战台上，那里是最安全的。好，好，特斯拉实验员请做好准备，他们将会将高压电输送到两个充气浴缸当中。 A 2%浓度的糖水， B 2%浓度的盐水。接下来我们全场共同为特斯拉进行10秒倒计时准备，也用这10秒送我们的两位勇士踏上验证的征程。10
6 5 4 3 2 1，通电！通电！哇！哇！哇！动都不动一下。正确答案是 B， 只有盐水是安全的。正是因为 A 糖水确实不安全，所以我们没有通电。你赶紧出来，小尼。但是刚才在验证的过程中，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我特别害怕盐水背后的这位特斯拉实验员一旦不小心棍子的角度要指偏一点，很有可能一道闪电过来。小尼现在什么感受？好害怕，真的害怕。但是我看到他那边有电流，我这边没有的时候，我也大概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这边一旦通电，后果不堪设想。这还没电呢，怎么口齿已经开始再次把掌声送给尼格麦基，也送给陈坤宇。他对答案非常自信，所以当他看到电流通到自己身边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的镇定。我确定自己答案是对的，这经历挺难获得的吧？能看到我少量电流可能从我身边过去了。我们的陈坤宇率先拿到了1分，祝贺他。曹老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盐我们都知道它叫氯化钠，那么在固体的时候它是不导电的，但是当我们把氯化钠溶解于水的时候，钠离子和氯离子是分开的，并且呢每一个离子实际上外面还会结合几个水分子，就叫水合离子。那么这种水合离子在有电场的时候是很好的导体。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好，我们大家看一下，我把两个电极放到盐水里面，看我的电扇是转的，但是如果是放到糖水里面，电扇是不转的，说明糖水是不导电的，盐水是导电的。那么也就是说，我这样的一杯盐水它实际上是个导体。所谓的屏蔽指的是，如果我把我的整个导体作为电极悬浮的话，那么它整体是一个等势体，也就是说它各个地方的所处的电势是相同的高度，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内部建立起电流，就不会造成危险。但是刚才我们这位选手呢，他可能实际上对这个现象没理解太清楚，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危险，被电击有时候是把自己当作导体的一部分，在导体两边有电压差的时候会引起电流，而这个电流会对我们造成损伤。整个我们特斯拉这个演示过程中，处于盐水里的我们的这位试验者，包括盐水里面有一个电极接地，对，实际上它整体上是和大地同电势或者叫零电势的一个状态，说它是安全的。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刚才您说的这番话？就好比我们游泳，如果你是在一个平静的游泳池里游泳，是安全的。安全的。但如果你在瀑布里往下跳，对，就是有大的电压差，那就会有危险。就会有危险，对。所以尽管刚才特斯拉把电导入到盐水里以后，各处的电势是均衡的，均衡的等电势，它没有任何的这种，它处电，它自己内部没建立起强大的电流，所以它坐在里面是安全的。科学不拿别人冒险，但是相当多的科学家实际上在科学研究中是有非常顶着巨大的风险，顶着巨大的风险，有冒险精神的。其实我们大家知道，牛顿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力学家，他也是个光学的创立者。那么当初为了验证各种光学的效应，他甚至拿个东西撑着自己的眼睛去验证各种光学现象，差点把自己弄瞎了。所以也向所有这些科学的先驱们表示我们的敬意。两位的比拼还在继续，我们后面还有5道题，这5道题你能否改变目前的劣势，能够让自己继续留在挑战台上，就看你的发挥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答题区。
实验猜想题后，场上对战选手将进行五道线索题抢答，每道题目依次给出四个描述性线索，选手可在任意线索抢答，但有且只有一次抢答机会，胜者上榜积分，败者回归猜想团，由猜想团中答题最优选手接力上台。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我想现在的掌声是送给我们两位对战的选手，一位是陈坤宇，一位是赵晨宇，双语之争究竟谁主沉浮，再次掌声欢呼声送给二位，加油加油加油。接下来两位选手要面对的是五道线索抢答题，我在宣布线索的时候，你们随时都可以抢答，抢到答对得一分，答错不扣分，但是如果你答错，你就失去了答题权，自动让渡给对方的选手完成答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好了。来，请听你们的第一题。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数字。线索一，它是一个无理数。房间分在多少？根号。可能大家脑海当中出现了不少例子，很难判断。那我们就听线索二，线段按照这个比例分段，小段与大段的比0.618或者二分之根号五减一，黄金比例。黄金比例0.618，确定吗？确定。无理数是一个什么概念？你告诉我。就非有理数，不能表示为分数，叫做无理数。你能给我举个例子？除了你刚才说的黄金分割比例之外，哎呀，或者 E， 或者像根号二、根号三，这些都是无理数。好的，你的答案是错误的，正确的。恭喜你，祝贺陈坤宇率先得到一分。挺遗憾的吧，如果自己手再快一点就能答对了。请听第二题，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哺乳动物。线索一，我们最常看到的关于它的新闻是对其残忍的偷猎和走私。二，它因为一小部分人误信其有药用价值而陷入濒临灭绝的境地。还没有。穿山甲吧。哎，我选错了吗？我摁错了吗？穿山甲。来，能赖我吗？请听第三条线索，它的身体拥有鳞片。哇，穿山甲。你厉害，你有本事把我第三条线索叙述完整。身体表面有坚硬的鳞片覆盖，因为中医相信穿山甲的鳞片有药用价值，所以说穿山甲经常受到偷猎。其实这是并没有太多科学根据的。是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穿山甲这种动物一年只生一胎，也就是说它的繁衍是非常缓慢的，在东南亚地区常常会有人偷猎和走私这些穿山甲，通常都是成吨成吨的运送到世界各地，这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都是非法的。过去的那些非常迂腐的想法，包括它有一些药用价值，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犀牛角等等等等，这些事实上对于人体来说，跟食用其他任何一种动物或者说植物摄入体内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成分是差不多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药用价值，所以保护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动物。没有购买就没有伤害。陈坤宇再加一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3-0，陈坤宇领先。陈宇，你怎么了？刚才其实你有想到答案吗？有。我相信你是一定能想到这些答案的，不要输给他好不好？听到他说鳞片，很自然的就能想到穿山甲。我觉得在对战台上可能比在台下更紧张一点。我们为赵晨宇加加油。加油。来看你们的第三题，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微观物质。
线索一，它是一种细胞器。线索二，它在真核生物的细胞中普遍存在。线粒体吧，只要所有生物它应该都有。线索三，它是细胞进行有氧呼吸。差了一点点。你干嘛那么快啊你？告诉我，我的答案是线粒体，确定吗？确定。恭喜你答对了。这个太厉害了。如果这道题你抢到，你的答案是什么？线粒体。线粒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胞？是一种半自主细胞器，它有双层膜，然后内膜像那凹陷形成脊，然后就是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加油，好不好？好，来好好，现在看一下。目前的比分是4-0，陈宇已经没有办法翻盘了。但是我想尊重你的意见，我们还需要继续答题吗？继续。继续，来。我觉得肯定要继续再战啊，因为再战下去，起码坚持到底。加油，加油！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星座的名字。它是北天星座，曾经被描绘为一只大鹏鸟。线索二，它当中的一颗星和牛郎星、织女星构成俗称的夏季大三角。天鹅座，天鹅座 Alpha 中文名叫天津四，然后夏季大三角嘛，牛郎星、织女星和天津四，然后第一个被发现的黑洞被称为天鹅座 X1。天鹅座 X1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它是黑洞伴生一个红巨星吧，这样一个双星系统，最开始探测到了一个 X 射线源，所以说 X1 就代表它是一个强 X 射线源。是的，所以说太厉害了。对它的质量分析表明，它的质量大过了中子星的最高理论质量，所以说天文学家们认为它是理论预言的天体黑洞。对，它也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黑洞。是的，恭喜昆宇。来看一下现在的比分是5-0。我觉得他很厉害，他知识储备很强，就是各个方面的领域他都能解释出来。最后一题，重金属代表一种音乐风格，重金属摇滚乐也代表一种沉甸甸的物质，请根据以下的线索说出一种重金属。线索一，现在多用于制造 X 射线的防护服。线索二，曾被用于制造子弹，但因杀伤力巨大而被海牙国际公约明令禁止使用。是铅。线索三，质地柔软，曾被用来做笔。好，陈宇。我认为是铅。毫无疑问，答案是铅，恭喜你回答正确。好的，来看一下现在场上的比分是5-1，陈坤宇胜出，祝贺陈坤宇。我们来看一下陈坤宇现在积累1分，位列第二。很遗憾，我们的赵晨宇，我们还有很多加油的空间。现在掌声欢送赵晨宇回到选手席。我对下次出战也挺有信心，还想再次对战陈坤宇，因为他比较厉害，而且他也击败过我，所以我想再次对战他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人工智能生态汽车全新一代 AX7 来自东风风神。科技劲酒助力未来，本节目由中国劲酒独家特约播出，劲酒给生活加把劲儿。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直播赛同步答题，就有机会获得节目同名书籍折扣券。接下来呢，我们要选出另外一位。是，在刚才这一环节当中，答题正确率最高、速度最快的一位，他就是陈怡媛。又是一个女生。是，哈哈。航模少女陈怡媛，16岁，成都石室天府中学高一在读，擅长有机化学，航模爱好者。掌声有请陈怡媛走上对战席。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来自成都实施天府中学高一的陈怡元。陈怡元，你的参赛宣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咱说的宣言不是这句啊。哎，在我这边的参战宣言是，别我反正是别说了，别说了。真不能说吗？真了，我有点怂现在。他为什么不愿意说这句了呢？对呀、啊，我觉得这句还好吧，就稍微有点嚣张而已。不嚣张啊，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啊。稍微有点嚣张啊。不嚣张，不嚣张。我建议你还是用这句，对，大声说出来。我反正是不会输的。耶、yeah! ！我希望你能够干掉他。给我们展示一下中国少年的力量，还是有点可能的。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下一道实验题。在过去，投掷类的兵器是杀伤敌人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主要的武器。直到今天，科技如此发达，仍然还有一些古老的兵器能够在一些特殊场合派上用场。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他就将告诉你什么叫做古为今用。让我们用掌声请出来自辽宁省公安厅巡特警总队的突击队队员李海娇。你好，主持人好，帅气。海娇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加油枪未来。这应该是警用弓弩。警用弓弩。对，所以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出警的时候还会用到这样。对啊，只是训练用还是说实战也用这个？我们辽宁省公安厅配备的警用弓弩可以作为传统枪械的补充使用，比如说在化学品仓库、易燃易爆场所，传统武器无法进行开枪射击的情况下，利用它对目标进行精确狙击。今天既然来到这里，有没有可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弓弩技巧？可以，可以。好，接下来我们跟随着我们的特警战士一起走向我们的实验区。我们已经看到在现场，我们为他安排了一个简单的训练用靶。就像这样的靶，你估计你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精准程度？20米的距离发射，不超过5厘米。5厘米的半径画一个圆，在这个圆圈范围内，那基本上就是这个黄色的靶心嘛。对对，没有。也就是说，基本上你的箭是能落在这个黄色的靶心范围内的。对的。需要几次尝试？不需要尝试。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只有一次机会。对于李警官来说，应该还这太轻松了。我现在能出题难为您一下吗？可以挑战一下。你现在在你的对面点一根蜡烛，把它点着。你要把这个蜡烛射灭。射灭。可以挑战一下。但是不能射到蜡烛的这个主体上，你只能射到星和火苗这个位置，可以吗？可以。那我们试试看，上蜡烛。我们今天给人出的这都什么题呀、啊？平时你们做过这样的训练吗？射蜡烛什么的？平时我们没做过这种训练，但是做过高精度射击。高精度射击是有，对。但是这个灭蜡烛啊，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一次。要有请实验员点燃蜡烛。那接下来就请你在对面的这支点燃的蜡烛上为我们创造一个奇迹。每一步程序都是特别严谨，对。这个弩像你绷紧的状态大概拉力有多大？79千克。发射的那一瞬间，这只弩它的初始速度大概是多少？初始速度是94.75米每秒，也就是将近95米每秒这样的一个出发速度。这几个数值也许对于稍后大家回答我们的问题有非常关键的提示作用。正在燃烧的蜡烛能否被一击即中？哇哇！
我天哪，这只擦到了一点点，他那个竹芯，竹芯已经没了，只有袅袅青烟。我非常请教李警官一下，当你能够做到百发百中之前，你大概射出去了多少根？累计起来大概有20000只左右吧。有一篇文章说过，所有的成功都是10000个小时的练习。有些人特别有天分，基本上训练100个小时，他上台表演都很好了。但是要想成为一个顶级的演奏家，还是要10000个小时的练习。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任何人只要你愿意达到一定量的去投入去训练，也许你都能成为这样的天才。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实验题将会在一个更加升级的惊心动魄的现场来为大家完成，有请小妮和我们的海娇步入第二现场。我们出发吧，我会平安回来的。小妮和海娇现在乘坐着我们的东风汽车已经来到了第二现场，小妮即将为我们揭开将要验证的这道实验题的神秘面纱。小撒，还有猜想团的各位成员，此刻我和李警官已经来到了第二现场，这里刚刚下过一场小雨，空气清新宜人，但是在这安静祥和的气氛背后却有着暗藏玄机的任务。接下来为您介绍，在我们的第二现场有3个很特殊的道具，离我们最近的这一个是一根半圆弧形的弯管，长度是15米，内径5厘米，它的曲率半径是4.8米。再往后看，第二根弯管 S 型，长度同样也是15米，内径5厘米，曲率半径是2.4米。第三根弯管是一根螺旋形的弯管，同样是15米的长度，内径是5厘米，螺距6米。那今天我们要完成一个怎样特殊的任务？来吧，小撒，接下来请出题。我们已经听到了小妮在第二现场为我们介绍的情况，可能大家还不太清楚她说的这3根弯管到底是什么材质。刚好现场我有一根同样材质的弯管，可以让我们现场的选手们先感受一下。这就是她说的 PPR 材质做成的弯管，是某种塑料管，对，非常的坚硬，它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可以随意把它弯成型的，所以场外的那个弧形也好，螺旋也好，都是通过特殊的加工才能导致它们呈现那样一种特殊的形状。感受一下，我建议你们也最好看一看它的内部，用触觉、视觉、嗅觉和味觉感受一下这个材料。这就是场外尼格买提和李警官要面对的一项很重要的挑战。接下来请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请选手池和挑类选手同步作答。题目如下：3根长15米的 PPR 管，内径为5厘米，分别弯曲成半圆弧形、 S 型和螺旋形，在10米开外将初始速度约为95米每秒的弩箭分别射入到3个弯道当中，几种弯道可以让箭顺利的从末端窜出来 ？A 一种 ，B 两种 ，C 三种都行。半圆弧 ，S 型每一次转弯的时候都有一个很高的损失。比如它是个圆弧，它有个外径，有个内径，然后你如果要这根管会不会被卡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只有这个过不去。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答题情况，请亮答案。B， 两位挑类者选择的都是 B， 也就是认为有两种形状箭是可以穿出的，你认为是哪两种 ？S 型和圆弧形。你排除了螺旋形是吗？我觉得螺旋形是没有办法穿过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视频里面看到它螺旋形有一个这样的非常，角度较小的一个折线，这个箭是明显不能过去的。也就是说，如果箭
在一个水平面上还能够左拐右拐的话，你如果让它以三 D 的方式，又有左右，还有上下，因为螺旋它应该是构成一个三 D 的空间。三 D 空间。对。三 D 空间。但是半弧形和 S 形它还都在一个平面里，所以他认为螺旋可能就有问题。你们都认为有两种情况可以让箭顺利的射出，但是两种情况我们并不规定你一定要说准是哪一种，只要其中有两种成功就算答对。我们来看一下场外尼格买提和李警官如何为我们验证这个实验。接下来验证开始。首先来验证第一个，李警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开始。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三种，我的答案是 C， 但不一定对。三、二、一。证成功，但是这现在还仅仅代表我们至少有一种弯管，一种道具，它是可以成功被射穿的。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下准备，我们移步到 S 型弯管处。所以目前三个答案都还有可能，都还有可能。哇，它这个速度实在太快了，根本就没有在管子里耽误什么时间呀。因为我在听到他那个箭出鞘之后的那个声音以后，马上就看到那个箭扎在靶上了。接下来我们要验证的是第二种情况 ，S 型的 PPR 弯管。来，李警官，请做准备。如果说刚才第一种弯管它只是打了一个弯的话，接下来它至少要打两个弯才能射中靶心。第二个道具 S 型弯道。请开始验证。哦，强有力的窜出了管道，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他已经深深地扎进了靶子里，他已经擦着气球的边缘扎进了靶子。它跟管道有关系。弯管它的朝向是轻微向上的。对。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它整个弯管它一定是极其平整的对中靶心，所以从它这个上翘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也几乎只能射到这个区域里，所以很难把气球扎破。S 型弯道也验证成功，也就是说 A 答案的队员已经没有机会得分了，但是 B 答案目前仍有可能。没错，如果我们接下来的验证螺旋形的管道也能够成功的话，那就说明 C 答案是正确的。两位队员的选择都是 B， 他们心里现在极不希望最后这一届能够成功因为一旦成功意味着他们两个就都错了。好嘞，李警官，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接下来是同样长度15米的螺旋形弯管，请就位。你们两个现在心里打鼓吗？超怕的。坚定自己的选择吗？不好说。接下来我们要验证第三个道具，螺旋形的弯管。好，李警官，
你随时可以开始。准备，见证最后一下。有没有？恭喜答对的朋友，三种管道我们都验证成功了。正确答案就是 C， 祝贺答 C 的人。所有的24名猜想团的成员当中，也仅仅只有2个人答对了，回答了 C， 而且在这当中用时最短的，也就是答对最快的，是我们上一期站到最后的那位擂主林然，祝贺你。来，曹老师，三种情况都成功了，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几何参数匹配的问题。在三种情况下，我们的弩都是从另一方面穿出的，说明这三种弯管相应的几何尺寸和我这个55厘米长的弩它是匹配的。既然我的弩可以在弯管里面前行那么长的距离，它造成摩擦的主要的位置在尾羽这个地方，成功的穿过了这样弯管的这个弩，其实它的尾羽部分都被撕掉了。这一个箭如果要坚持自己的方向去移动的话，那么这样的平移可能就会碰壁，对不对？那么如果这个箭一边挪动自己的位置，一边始终在这一点上的切线方向的话，它就顺着这个轨道就能一直往前挪动。那么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平行移动。平行移动的概念就是微分几何和广义相对论的关键概念。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冰雪运动，在一个挖好的槽里边，槽里面那个长长的车，嗯，能够坐2个人的，坐2个人有的是，对，它是在那个轨道里面，那你看行动自如，但是它车本身并不发生弯曲。但你看运动员，对，运动员就是靠自己的特别微小的姿态调整，对，要保证它的所谓的叫平行移动。平行移动，所以如果这么长的车在这个弯曲的雪道里能够完成这样的运动的话，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根箭可能刚才在我们看不见的管道里做的就是类似这样的，就类似这样的运动。对，谢谢，让我们大开眼界。那么接下来，两位在刚才这道实验题都没能得分，不过仍然还有机会保住你们现在的位置，那就是通过下面一对一答题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成绩。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答题区。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两位再一次站到了我们的答题区，而这一轮答题将决定两位谁留下来在下一轮1对23。所以在刚刚那道实验题两位都没能答对的前提下，从现在开始每一题对你们来讲都至关重要。我们将采用抢答的方式，我念完题目并且念完答案选项之后，我喊开始，你们才能摁下抢答键。抢答对了获得1分，抢答错了，对方自动得1分。所以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任何题都按抢答键，确保自己对这个知识点相对比较有把握，否则有可能会给对方送分。你看了上一轮陈坤宇和赵晨宇之间的对战表现之后，有什么想法？想打败对方。要。打败陈坤宇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上去见陈坤宇都是就是要抖腿的这种。他懂得非常非常多，无可挑剔，不管是能力还是知识，真正的学霸，只能凭手速了吧。关于陈坤宇，我听说过他这个叫坤神的称号。你认可坤神这个称号？我认可，他称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他肯定是最强的。啊，准备好请听题。诗句当中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当中丝和泪分别指什么？ A 纤维素油脂， B 蛋白质烃类。后边是烃类，我知道前面有 A 纤维素，前面不知道是什么。 C 蛋白质和油脂。丝是蛋白质，类是油脂吧？这当中是吗？丝肯定是蛋白质。B 吗？我觉得应该是 B。 开始。好，那我手速就是慢，那行吧，剩下来四道题我有第三道。我选择的答案是 C。 不对吧？蛋白质和油脂，为什么？因为春蚕吐出的丝就是蛋白质。 A 选项当中的纤维素是指植物细胞壁的主要部分，然后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这个泪就是指蜡烛的主要成分是油脂。蜡烛的主要成分是油脂，所以你选择了 C 蛋白质和油脂。好，如果这道题刚才你抢到了，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B 蛋白质和烃类。 B 对，至少现代工业造蜡烛是不会用动物油脂去造蜡烛的，一般都是一些长碳链的有机物，而且制备成本也比动物油脂低很多。听完刚才他的解释之后，你有什么想法？突然想改答案了，因为我想起来蜡是石蜡，石蜡是烃类。正确答案 B 蛋白质烃类。所以非常遗憾，这道题给陈坤宇送上一分。他站到这个台上来，更明显看出来手有一点点紧张。虽然你手比他快，但是接触这道题的那一瞬间，你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你就差0.1秒，再让这个题目在脑海里回转一下。现在1-0，接下来请看下一题。吃糖容易造成龋齿的原因是什么？ A 糖会腐蚀牙齿， B 糖滋养了细菌而细菌会啃食牙齿， C 糖被细菌代谢的酸性物质腐蚀了牙齿。这当中C 开始。我选 C， 糖被细菌代谢产生酸性物质会腐蚀牙齿。为什么呢？牙齿的外层结构是珐琅质，应该也就是和骨骼一样的东西。据我所知，人类口腔内的细菌没有什么是以骨骼为食的，但是细菌以糖为营养代谢之后会产生一些可以腐蚀骨骼的酸性物质。对，所以说并不像我们小的时候爸妈告诉我们的吃糖多了以后会有小虫子在你的牙里，实际上我们想象的就是糖把这些小虫子都养得白白胖胖的，然后这些小虫子在晚上就咬我们的牙，其实不是这样。是的，这道题如果是你会答哪个呢？我也选择 C。 你也选 C？真的吗？真的。你不是听完他说了以后不是才改选的 C 吧？你内心一开始答案就是 C， 因为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对，正确答案就是 C。 陈坤宇再得一分。陈坤宇是一个非常让人可怕的对手。陈坤宇起码能占3期以上吧。陈坤宇是我来参加这个节目能够把他作为自己榜样的人。加油，还是努力的去挑战一下陈坤宇。我对我自己的手速还是很有自信的。请听题。航模飞机是靠什么结构来控制飞机做出各种动作？ A 马达， B 舵机。舵机，绝对是舵机。 C 陀螺仪。开始。开始。我选择 B 舵机。舵机为什么？因为这个可以跟船稍微进行一些联系，船在航行的过程当中改变方向使用的是舵，航模飞机同理。马达是干什么的？
提供动力。陀螺仪呢？校正方向。回答完全正确，加上一分。目前在这一轮，双方2-1。下面的每一分都非常关键了，只有5道题，所以如果这道题你不能够拿分，而被他得到的话，那么答题就结束了。但如果这一分你仍然能够稳稳地抓到手里，你们两个还有最后一决胜负的希望。请听题：下列哪一种动物是亚洲高山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物种，且被称为雪山之王？ A 牦牛， B 藏羚羊， C 雪豹。牦牛肯定不是，藏羚羊也不是，应该是雪豹。 A 肯定不对，雪豹吗？ C 藏羚羊是雪中精灵。开始。我发现他的手速比你快。是他可能在你看书学习的时候他都在打游戏。这是真的？手的速度非常快。真的，老师啊？是真的。请回答，如果这一分你仍然能够抓到手里，你们两个还有最后一决胜负的希望。我选择是 C 雪豹。这可是你最后一个机会，我再问你一遍。我选 C。 这么坚决吗？坚决。应该是雪豹的吧。 C 雪豹。你耐点心。好，记住第一道题你失误在哪儿吗？蜡烛是石蜡不是油，所以耐点心。夏老师真会挖坑。是。我还是选 C。 我都这么提示他们。哎呀，好吧，正确答案是C 雪豹。回答正确。尽管雪豹是亚洲高山地区最富有代表性的物种，但是真正见到过它的人少之又少。它是极其神秘的一种生物，很难看得到踪影。尽管它们叫雪山之王，但其实它们需要的更多的不是你的崇拜，而是你的保护。谢谢各位。好，2-2了。最后一道题，还是很害怕的，觉得能赢的概率挺低。我没有强到说认为我基本不可能输的程度，我应该说我没有自负到认为不可能输的程度。你们两个最后一决胜负，我觉得这道题我一定要答对。请听题：假如我们在上海市中心往地面打一个垂直的洞，一直穿过地球中心到达地球的另一边，那么穿出去的地方会是哪里呢？当时那是到地里去的时候我已经慌了一半了。 A 纽约， B 墨西哥城， C 布宜诺斯艾利斯。 C 肯定要选 C。 C 是什么玩意儿？我已经彻底崩溃了。应该是阿根廷的，因为他在哪？他在下面。开始，开始。这道题又一次被抢到。一定要答对啊！A、B、C， 纽约、墨西哥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你的答案是？这道题我其实不是很确定，但是我选择的答案是 B。我选择的答案是 B。墨西哥城。为什么？因为首先纽约是不可能的，然后你要通过地心垂直打一个洞，那肯定是一个南半球的城市。对。但墨西哥城在哪里？在北半球。
这个时候还是想跟我的地理老师说对不起你。上海位于北纬31度11分，东经121度29分，所以如果打穿地球到另一面，对应的是南纬31度11分，西经121度29分，那个地方恰好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我相信这道题过后，无论如何你会记住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首都，在南半球，这个知识点你会永远记住。很遗憾，通过了这一轮的答题，你没能继续站在这个答题台上，继续努力争取在下一轮阻止他前进的脚步，继续加油，谢谢。也祝贺陈坤宇再一次站住了擂主的位置。他把所有的题都量化起来的这种思想是真的很厉害的，希望陈坤宇能站住，这样下次就能轮到我来锤他了。我们来看一下积分榜，目前陈坤宇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已经拿到了3分，他已经和我们上一期的擂主林然并驾齐驱，共同以3分站在了榜首，掌声祝贺你，继续加油，看看你下一轮能否1对23成功守擂。我觉得看了这期之后我更不想对战他了，所以我希望能和他交手，虽然说结局并不一定说我获胜，但是我觉得我要战胜我面对的每一个困难。那么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下一道实验题，1对23答题，场上选手将与23人猜想团对战，每道题目的最高比例选项为猜想团答案，场上选手获胜上榜积分，猜想团答题准确率最高且用时最短的选手将成为下一期出战选手，场上选手落败，猜想团答题准确率最高且用时最短的前2名选手将成为下一期对战选手。品质智慧和悦，让汽车驱动梦想，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1对23挑战开始。小尼又做好准备了？我现在只要看到道具，我就觉得自己天然的要跟他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啊，真的要用这个绳子来给大家展示一个非常优美的实验的开场，但是不是由我和小尼，是另外2位。掌声请出特别实验员，也是我们的2位特技表演嘉宾，杨浩翔、杨浩云，祥云兄弟，欢迎2位。2位，开始进行你们的表演。哇！一粗一细两根绳儿平稳地将兄弟俩抬到了空中。哇，哎，我怎么觉得这个绳子好特别，它有一边是宽的，类似像包装袋一样很结实的绳子，而另外一边这么细啊。哎呦，升级。哇，太棒了。哎呦呦，配合如此默契而完美。哇，巧如此精湛，谢谢，谢谢祥云兄弟，太棒了，太棒了。刚才2位在表演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们没有系安全绳，对，所有的重量都是放在这2根绳子上面的，对，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绳子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绳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尝试，
因为刚开始导演组让我们用这个绳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一点谱都没有，然后就想，因为咱们来的是科普类节目嘛，我们也是想挑战一下我们自己，尝试一下这个绳的韧度，同时呢也是科学性的和实验性的更多的认识，对，所以当时一想要相信科学，对对对，也就不怕了，对对对。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他们两个啊！虽然我跟小撒不是亲生兄弟，但是我们俩之间的信任和配合胜似亲兄弟。所以接下来由我和小撒完成同样的表演。我们就在这个高度吧，两手搭住。好，对对对，我们转转，小转一下，轻轻转一下。放下来了，手不起，手要断了。哇，这个需要好大的劲儿啊！我脱臼了，好像。你手疼吗？非常疼，感觉跟火烧一般。就那么几秒钟，都手都已经疼了。但是对你们来说，这一点都不算什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苦练，台上一分钟，台下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两位。这两根绳子，一根是编织袋。它的强度我们在之前的实验中也曾经展示过，对，但另外一根这个是什么呀？很细，它是可以打开的。这不是一根，这是好多根。它打开像蜘蛛丝，每一小根都特别细。我已经分到了最细的这一根了。这是什么？这个呀，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仅仅只用了15根细丝，我们拧成的这一股绳子就能够支撑两个人完成这样一个非常惊险的表演。这是一个神奇的材料。这个材料其实在我们的现场还有另外一个应用，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手套也是拿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做成的。这个纤维啊，不仅有韧性和强度，而且它最重要的是防切割，美工刀割而不破。我把刀刃弄长一点，大家看，我都已经在手掌画出，确实用的劲儿已经挺大了。吓死我！没事，真没事。这样吧，我们这样试一下，好不好？只有一个轻轻的、非常轻微的划口，但是完全没有切穿。这个手套只是其中的一种应用，它的应用场景非常之广泛。大家如果开脑洞的话，可以把这种纤维用在很多不同的工作领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安全防护，甚至是一些平时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都可以通过它创造无限可能。郝老师，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这是什么材料？我们看到的这种材料叫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聚乙烯是这样的，由碳元素和氢元素所组成的分子。我们看，在乙烯分子里面，每一个碳原子连接着两个氢原子，那么两个碳原子之间就有两个键，所以说我们管它叫碳碳双键。那么这样的一个双键是可以打开的，打开以后，相当于每一个碳原子往外面就悬着一个键，就可以和同样的这样的打开的链就连在一起了，就相当于把不同的乙烯分子给聚到一起了，所以就叫聚乙烯了。像今天这个用到这种材料，每一个长链的话差不多包含100万个这样的一个分子的单元，所以说管它是超高分子量的聚乙烯。像港珠澳大桥它吊那个沉管，那个沉管差不多是6000吨，就是用这种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它的特性是什么？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可以做成细的纤维。细纤维的好处就可以纺织成丝啊，然后你可以把它绞一起呢变成绳子。那么这样的话，这一类绳子它的抗拉伸、抗切割的能力就非常强。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大家了，它的抗拉伸能力究竟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极致呢？接下来实验升级。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场面。是，
两台车，一台是吊车，一台是我们的东风风神 AX4 家用汽车。它曾经斩获2017年第5届中国轻量化车身会议优秀车型一等奖。它通过65%的高强钢的应用，在轻量化的同时节油性和安全性一点儿也不偷懒。车身的自重达到了1.3吨，它下面有个装置，加上这个装置以后是1.45吨，整体装置是1.45吨。而吊车和东风汽车之间，我们用10圈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连接，总根数是20根。大家看，现在我用激光笔指示的白色的部分才是20根，这是1根，这是20根。接下来各位请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一辆东风风神 AX4 重量约为1.3吨，加上吊车架1.45吨，如果我们想吊起这辆汽车并保持10秒，至少需要多少根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A 60根， B 40根， C 20根。一个人15根，你想吗？时间到。擂主的选择是 B 40根。第三道猜想题完全不知道，猜想团大部分选的也都是 B， 我发现。对，选 A 60根的不多，选 C 20根的也不少。第二排的中间选 A 的这个男生，想问一下，当时那个白绳子掉的是小萨老师还是小倪老师？白绳子掉的是小萨，因为小倪老师要重一点，那我们就暂且估计就是小萨老师有50公斤的样子。之前在做那个杂技表演的时候，对，应该是小倪老师去数了一下，说是15根。如果吊起小萨老师就用15根就足够了的话，那么这个车总重是1.45吨，就是大概1450公斤的样子，那么大概就是有30个小萨老师那么重。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材料，当它越多的圈数套在一起的话，不能够只是用简单的几何，就是乘二乘三来量化它。一个小萨老师只用15根的话，那么30个小萨老师，我觉得可能60根的话才刚好够。你的这个分析呢有一定道理，但是起点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问的是吊起这辆汽车至少需要多少根，刚才15根吊我。也有可能绰绰有余。好，最终答案究竟是 A、B 还是 C， 我们只有通过验证来感受一下。那么首先我们从最小数字开始验证，有请我们的吊车师傅为我们开启吊臂验证答案。 C 20根，验证开始。我们的实验要求的是车离地之后能够保持10秒。准备离地，好，准备离地，好，好，嚯！所有选 C 的答案的，谢谢你们对于这种材料的信任，但是很遗憾，20根不足以撑起1.45吨。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实验员来帮我们换上40根。真的不能按叠加来，肯定不能按叠加，但它断的实在是有那么一点快。好，已经吊好了。陈坤宇已经开始看表了。陈坤宇准备好了吗？所有选 B 的选手准备好了吗？请接受你们答案的验证，验证开始。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只要离地之后就好办了。其实它承受最大拉力的瞬间，就是在它将离地未离地的那一刹那。慢慢的在四个车轮，还没有按呀！四个车轮，还没有按呀！四个车轮，
还没有，哎呀，哇 ，yes yes， 40根也吊不起来，就这么华丽丽的崩断了。那如果说60根你也抬不起来的话，我相信三个答案里一定会有一个是正确的，验证一下吧。好，好不好？来，有回答 A 的人说不用了，对，肯定是对的，别验证了。等一下，看看现场有多少人选 A。万一断了呢？只有2位选手，还是验证一下。好，来吧，好不好？来，我们请实验员帮我们更换上60根选项。60根我觉得差不多了。你看这40根它已经马上就要起来了。40根到60根，这个是个质变，这个是个。好，现在实验员已经把实验设备帮我们组装好了，60根。接下来我们验证60根，来看看60根是否能够承住1.45吨的拉力。验证开始。后轮起来了，10、9、8、7、6、5、4、3、2、1，而且完全能超过10秒。谢谢师傅，60根不负众望，没有问题，正确答案就是 A。60根，全场只有2位在这道题得分了。实验已经结束了，答案也知道了，但是这个答案从科学上怎么解释呢？当我们把40根绳子并在一起，并且把它拉伸的时候，其实40根绳子并不会同时进入同样的紧张状态。那么一旦这里面就是有一些受力很多的超过它的临界值的时候，那么那根可能就断了。断了以后，力量就传递了给下一根，然后下一根可能接连断了，所以说断的应该是有先后的。嗯，我们拉伸一个东西，其实那里面能够加的力和它的伸长的长度，它那个关系是一个普世的关系，就是对所有材料都是同样的一个关系。它大致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这是拉伸长度，这是这根绳子里面应力的话，那么一开始如果拉伸不是特别强的话，那么这个应力和这个绳子是成正比的，而且你把这个力撤了以后呢，这个绳子是可以恢复原状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拉力再增大了，进入下面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把外加的力撤去以后，它也不能恢复原形了，这个时候呢就叫进入塑性范围。但是如果我们比塑性范围的就是加的力还大的，超过到这样一个范围，就是你会发现这绳子里能绷的力反而减少了，也就是说它过了一个屈服点，就是我屈服了，我认输了，然后你再使劲拉的时候，过了某一个点的时候，它就发生断裂了。谢谢，谢谢曹老师。千万不要小看了材料，材料真的是今天科技发展，包括一个国家实力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是。好了，这道题目我们的挑裂者同样没能拿到分数，那么接下来就将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的挑裂者能否继续站到加油向未来的下一期，就要看你能不能成功的挑落23个挡在你面前的人。1对23，挑战开始。加油。欢迎各位进入我们的答题区，这一期最后一次，我们在答题区来见证挑裂者陈坤宇是否能够成功的站在擂台上进入下一期。我相信23位当中大部分人是期待着能有机会像他和林然一样能够站在这个台上，能够为自己也在积分榜上占据一席之地，要靠你们了，所以加油。5道选择题，第1道，请听题。洁厕灵和84消毒液都是卫生间常用的清洁用品，可是说明书上却说两者不能混合使用，为什么？ A
两者会发生化学反应，失去清洁的效果 ；B， 两者会反应生成有毒气体，危害人体健康 ；C， 两者混合大量的放热，酸性和碱性的消毒液混合在一起会生成危害。是那个氨，消毒液和碱酸磷肯定会放毒气。好，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答案，请公布。猜想团的大多数人都是 B 答案，陈坤宇选的也是 B， 所以一荣俱荣。洁厕灵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呀？盐酸。而八四消毒液呢？次氯酸钠。两者混合将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生成氯气，但不至于引起爆炸。虽然氯气也具有杀菌的效果，但是它的毒性和刺激性很大，会严重的危害人体健康。正确答案 B。恭喜擂主和猜想团的成员各得一分。来，请听第二题。夏天来了，天气很热，容易出汗，沾了汗水的衣服最好用冷水清洗，而不要用热水洗，这主要因为什么？ A， 冷水洗衣服感觉很凉爽。 B， 冷水更容易溶解汗水中的盐分。 C，热水容易导致汗液中的某些成分变质，请作答。这肯定是 B 啊，没得说。谁？好，各位的答案，请公布。小类选手，你的答案是 C， 猜想团也是回答了 C， 所以这道题也依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确答案应该是。恭喜双方各得一分 C。 为什么？因为汗水当中是有一些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在热水里面就特别容易凝固变硬，而且会发黄，尤其是白色的衣服。好，接下来请看第三题。攀援植物是常用的园林植物材料，攀援的方式可以分为缠绕类、吸附类、卷须类。常见的爬山虎属于哪一类呢？ A 缠绕类，爬山虎的脚都有吸的那个小地盘。 B 吸附类。 C 卷须类，请作答。觉得得看它怎么定义，没有铁线的时候它也可以爬一面墙。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们的擂主选择的是 B， 也就是吸附类。猜想团的成员，这题有这么简单吗？爬山虎是有吸盘吗？有一篇小学课文叫《爬山虎的酒》，讲的就是那个吸盘。那看来这道题我们没法再蒙他们了。对，陈坤宇的答案是 B， 猜想团答案也是 B， 到现在双方没有分出胜负，3-3平。正确，爬山虎还真是有一个吸盘。我们常见的卷须类，就比如说黄瓜、南瓜，都是靠生长出长长的须来缠绕在一些树枝木棍上面。对，但吸附类呢，除了有吸盘的，还有一种叫有气生根的。嗯，比如说常春藤，这种植物它是有气生根，但它也属于吸附类啊。对，好，下一题。接下来这道题一定可以能够有高有下。地质史上的白垩纪是恐龙生活的高峰期，那么白垩一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A 外文音译词， B 一种白色地质物质， C 一个古代传说，请作答。这回看出来有，应该是有些差别，有些差别。哦，我们的擂主陈坤宇选择的是 B， 一种白色的地质物质，而猜想团的成员最高比例 B， 又一次两方一样，但这一次是同时得分还是同时不得分呢？正确答案是 B， 白色地质物质。这是指当时形成的地层当中常见的一种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一些甲壳类动物的壳沉积形成的白色物质。恭喜，4-4
再次打平。今天最后一题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请听题。关于味精和鸡精的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味精是化学物质，而鸡精呢是从鸡肉里提取出来的香料，既营养又安全。 B， 味精是化学物质，鸡精的主要成分也是味精。 C， 鸡精是味精与鸡肉一起熬制而形成的调味品。应该是 A 吧，肯定不是和鸡肉熬成的。来看看大家的答案。擂主的答案是 B， 猜想团比例最高的是，也是 B， 双方又一次选择了同样的答案，连续五道题选择的都是同样的答案。他加下来了。这道题到底对不对呢？给大家分析 ，B， 味精是一种氨基酸，可以放心食用。而鸡精是味精添加了其他的调味剂制成，所以正确答案是 B。 1月23的时候，就前五道题想的就是题太简单了，赶紧出个难的，不想那么出了。哇，这道题挑战大了，请听题。我就不信这道题拉不出你们的距离。引力透镜，高大上吧这个概念。我的妈呀，小哥肯定知道。是宇宙当中一种非常著名的天体现象，爱因斯坦的十字架就是例证之一。在引力的作用下，光线弯曲形成了四个像。那么这个引力来自于什么呢？ A， 类星体。B， 前景星系。 C， 时空扭曲。好，答案都已经出来。哎呦，有七个猜想团的成员放弃了这道题，也就是说这道题不是1对23，而是1对16。是16个答案里面最高比例的是 C。 擂主的答案是，他选的是 B。来解释，类星体就是一个处于活动状态的超大质量黑洞，被我们观测到了。因为黑洞体积相对于星系来说很小嘛，看起来像是一个点，就被早期的天文学家误认为是某种恒星。然后前景星系就在爱因斯坦透镜那张照片里面，前景星系指的是几个质量特别大的星系团，它们的质量大到了可以形成引力透镜的程度。至于 C 选项嘛，在整个广义相对论体系中是没有引力这个概念的。我们可以说广义相对论体系中的时空扭曲这个概念等价于牛顿体系中的引力概念，但你不能说时空弯曲导致的引力，这个说不通。那这么解释的话我觉得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来，你再说一遍。我们节目没有时长。那道题不是天体物理范围吗？这两天一直都在背天体的课间啊，那我当然会了。你听过时空扭曲这个事儿吧？我这学期学了半门广义相对论课。C， 时空扭曲恰好就在你没学的那半门里。但是如果这道题答案真的是 C 的话，我可以找你们的科学顾问聊一聊。哇，好，著名的天体现象引力透镜其实跟类星体是没关系的，它是由一个靠后一个靠前的两个不同的天体形成的，所以它的引力来自于。B， 前景星系。祝贺陈坤宇首擂成功。哇，祝贺陈坤宇永远气定神闲，终于达到了胜利的彼岸。我觉得赢了没什么意外，他们叫我昆神的话，我觉得也都习惯了。至于在这以后的选手的话，我希望你们会努力去赢，我自己呢也会努力去赢的。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人工智能生态汽车全新一代 AX7 来自东风风神。
加油！下面来第三季，我们将向太空发射一枚结合了对地观测功能和空间实验功能的公益科普卫星。现在我们正在面向全国的青少年进行空间科学实验的征集。经过权威专家评审团筛选之后，我们会挑出最适合卫星在轨开展的实验。热爱科学的青少年朋友们，打开你的脑洞，我们帮你把最好玩的实验送上太空。优秀的选手将有机会到火箭发射现场见证这颗卫星的升空时刻。感谢北京交通大学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普团队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加油向未来，科学一起猜。感谢收看，下期再见。加油向未来空间科学实验征集令发布了，发送你的实验专属卫星未来号，送它上太空，快来大声说出你的想法吧。加油向未来，我的实验上太空。我叫刘光良，来自山东临沂第一中学，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馒头。我想当航天员，可是航天员在太空中没法吃到热气腾腾的馒头，那该怎么办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发明了太空振动器。利用离心机转动产生的重力，使水蒸气向一个方向汇聚，即使在没有重力的情况下，也能把馒头蒸熟。首先，我们卸下装备。因为在地球中装入水会溢出，所以我们选择装入冰块。在容器中装入馒头，组装好仪器，开始转动，开始加热。看，我的馒头真的熟了。虽然我现在做的只是一个小馒头，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航天员会在空间站中做出香喷喷的大馒头，期待我的实验能被选中吧。